但今年是否可以完整体回归引发期待。日前全员与梁炫熙聚会，也松口将讨论回归可能性。最近 Minzy 也透过个人社群平台写下，我真是个幸运的女孩，世界上最棒的姐姐们都在我身边，真的好开心，突然想来发一则爱的告白。忙内分享与队长 CEO 姐姐朴春和 Dara 聚会近况，照片中成员们在餐厅，而 Dara 也转发回应我们忙内要健康长大。此外 Dara 在出演两点出逃 Call Show 电台节目中也神秘表示，对于 2NE 的回归计划现在还不方便透露，因为担心会被误认为官方公告，但希望给 2NE 粉丝们带来新的好消息。成员们频频暗示，让粉丝们都超级期待 2NE 2024合体回归。